大家想过没有？想想李伟忠是跟谁过？是胡舒立。想想这个施诺是反谁的？是反习主席的。想想委实报告人都是报习主席家人不好的，报过王岐山吗？报过江家吗？不敢啊！这8个委内报过孟建柱吗？他敢吗？他不敢，都是他们的，那是他真正的老板。